被催婚。啊，我说，妈妈，我现在谈恋爱就两个月啊。35吧。弟弟被催婚。你想结婚吗？肯定想，为什么不结婚？后来面对催婚这个问题，对，好催婚啊，还不急啊，还没到年龄啊，不急啊，对不对？不急，催什么？我还没到年龄就要催婚。刚可以结婚，你还记得你以前怎么说的吗？我是挺想早点结婚。刚可以结婚。我说，妈妈，我现在谈恋爱就等了10个月。哥哥，你在好什么？好了，再不然大腿就打人了。